要要要要要，其实三十分钟的时间真的感觉太过长，这里的每个 rapper feel style 的能力特别的强，不是太过猖狂，老师都特别的忙，现在的慢慢的听得怎么让你脑子思想，我的行动 superstar 不是在说着做的多大，只是他做的时候想着自己的老妈老爸，等回到家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，当然了你们的爸妈对你们时常保证那份牵挂，不是的在乎多少钱，只是的要团圆，当你失败的时候只有他们保护你的尊严，我全部 feel style 的不去被韵脚，你们也听得出来，现在玩的都是现场的思考。Superstar， 我说的不是妖言惑众，还没我穿的贵，你看都是的几个破洞。当然的，刚刚明明的接着卖，这是一个比赛，当然下一个来看，骂的绝对没我帅。